哇，好漂亮哦！安琪，大家好。对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这里是布里斯本的人工沙滩。来，你站这，你站这。南岸公园。出事。这里叫什么？南岸公园。啊，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是就是可以在这边就是玩水啊，然后那边有那种人造沙滩，就真的很像那个海边。给大家看一下人造沙滩。哎呦，太好了，那个飞起来。那飞起来就好玩。海鸟在淋水。小朋友脱掉了。平常这边的沙滩都会有什么？都有比基尼啦，比基尼啦，比基尼女郎。什么什么比基尼啦是什么？比基尼女郎。啊，今天因为现在是冬天，所以而且太早了，我们太早时间来了，所以现在还没有。那边只有唯一一个 baby 露了上半身而已，其他都是穿着衣服。我们男孩子超失望的，特地大老远啊，哦，花了大钱坐火车来，结果一望过去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人造海滩。你讲一下这个人造海滩的特色。我不知道，就是在 city 啊，然后就是做一个这个。好，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，我讲。快说。这么远，就是收音不好。就是 City 的这人造沙滩，我觉得特色就是啊，它可以在 City 就是人潮拥挤的地方，然后就是很多车的地方的旁边，就是人造出就是一个很像小沙滩，然后就是可以让大家来这里晒晒太阳啊，好像有一个沙滩的感觉，不用大老远跑去别地方的沙滩，这样就蛮美的。所以就常常会有人在这里晒太阳啊，然后就是拍拍照，照一下风景就结束。超多大陆客人。